奇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方形的东西。大自然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方形的。太阳是圆的，月亮是圆的，眼睛是圆的，就连河马巨大的屁股都不是方形的。动物们在方形的盒子旁边发现了一张使用说明书，他们充满疑惑地争议着。其中云豹独排众议，他相信这一定是农业大神赐给翠心森林的礼物。经过云豹强烈的说明之后，终于动物们同意依照说明书上的指示，把方盒子里的药物撒在翠心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。